要边冲水边吃。也冰掉了。它吃得起啊？欸，可以慢慢吃，慢慢吃，因为有技巧，有时候会残胶，残胶就用另外的东西处理。可是它真的残胶了。就先弄，尽量刷，然后等一下可以用菜瓜布把残胶刷掉，因为菜瓜布比较嫩的那一面哈。你知道老人家在家里是有在做家事的，对不对？